十连假正式展开，不少地方都有活动，让民众可以走走逛逛。台北复兴捷运站附近就有一个太鲁阁山市集，从七号开始，一连三天在这里登场。天天在这里啊，办这个事情，真的，这个是第二次，但是把这个事情呢带到台北来，也是诚如刚刚两位讲的，我们部落有很好的优良传统。美好的东西，文化雕刻种种，我们应该让它让更多的人了解。现场可以看到有很多白色帐篷，汇集了将近20个来自花莲波士岸部落的在地店家，像是藤编、陶艺、木雕等等，也有当地太鲁阁族的歌谣表演和传统乐器演奏，让民众在连续假期即使身在都市，也能感受花莲的好山好水，体验到地的太鲁阁文化。